食，因为有了文学的调味，更添魅力。不仅有色有味，还蕴含了浓浓的书香。所以就叫生煎包子，这是一般上海人喜欢的早餐。
也是张爱玲生前爱吃的点心之一。据说张爱玲非常爱吃生煎包，好像她的丈夫胡兰成在《今生今世》这本书当中描绘，说有一天张爱玲买着生煎包回家，路上呢遇到个小乞丐跟她抢，虽然包子掉了一半，她依然护着另外一半回家，可见她真的很喜欢吃。生煎包子，一碗咖喱牛肉粉丝汤，这就是过去上海典型的早餐。生煎包用的是半发酵的面粉，把面粉擀平后，包上肉碎冻，捏成桃形状，最后在底部沾点葱花，就是传统的生煎包做法了。吃法呢，如果你吃过小笼包的话，基本上是这样的，轻轻咬它一口，里面有一包汤，所以就很香。但是因为这个食物呢，基本上是上海一带这个特色小吃，所以当然它的馅料呢，吃起来有微甜的那个味道，来符合这个上海本地的一种口感。有了这个面皮，还有这个肉馅，要配合上这个焦脆的底呢，所以它的口感非常的丰富，好吃。汤呢，因为毕竟是这个包子，而且是有这个煎炸过的，所以它比较干。啊，一般来讲呢，对我们吃的时候配上这个牛肉粉丝汤，啊，咖喱味呢，它有一点微辣，所以配在一起吃，那个没有很好吃。哦，而且这两个东西都要趁热吃，那就很好。说生煎馒头是一种平民小吃的话，那么张爱玲除这之外呢，还喜欢吃西餐。说到西餐，在她这个年代就一定要提起非常有名的红房子西餐馆。我想去看看，不晓得在那里能不能找到一些跟张爱玲有关的美食。张爱玲爱吃的那套法式西餐还依然一模一样的保存至今，当年那种滋味会带给现在的郭亮什么样的感受呢？Surprise！ 他是周德贝的爸爸，也是个资深医生。你太牛，却遭到初级医生的质疑。大豆肉包的做法我不怎么认。现在我们要考虑家属跟病人的感受，所以救治方法要转医生的感染。加冰水。现在最重要是让他的体温降下，少的话其中。他与周德贝之间的父子情会因此而受影响吗？医生不是神，星期一至五晚上7:30八频道，你也可以上咪哇视免费随心选看更多视频。以上节目是由 Thompson Secure 125，你就是我的推动力。三菱电机 Starbucks 冷气系统以及丰城 Gain City 新加坡最大的家用电器与 IT 展销室主要赞助。疫情期间训练频繁，他们依然坚持热爱。我国巧妇球队如何克服困难，在疫情后首战就一举夺回？时程有约，今晚6:30八频道。你也可以上 We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时程有约视频。盐是百味之首，没盐，人生就没味道。盐可以保存食物的品质，或跟我父亲的记忆也像盐浆保存，越浓越香。Fall in love with this topic because they want to bring this to Singapore. 星期二特写亲切时，星期二晚上8:30八频道，你也可以上 e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亲切时视频。13天种的豆苗，所以它比较嫩，比较甜。只要是新鲜的食材，就已经了一半。在烧这个煤气石油气的时候，二氧化碳就累积了，好像是在跟地球盖一个棉被一样。我晚上睡觉是不冷气的，在生活习惯上进行改变，可是会有大大的效果。空中访民情，星期天晚上9:08频道。你也可以上 Me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空中访民情视频。Culinary champions will assemble once again for the final showdown. Step forward and choose your weapon. The super home cooks impress the judges on the chef's knives. But can their skills take them to the ultimate level? Finette, your opponent. Watch them face off with the celebrity chef spread tickets to the final showdown. Who will be Singapore's new culinary champion? Prepare for fun and fiery finale cook-off.Of Culinary, the final showdown in a 4-part special series coming soon on 5 and Me Watch. This
program is proudly presented by Hughesing Group. Main sponsor, Huang Chong Tai. Come on down to meet celebrity chef Bob and the winners of King of Culinary. Take part in the pity challenges and stand to win exclusive prizes. See you on Saturday, 12 November, 2 p.m. at the Suntec City Atrium. Visit mediacorp.sg/King of Culinary for more details.还有一点点这个酥甜，对，
加料非常丰富，它外面加上玻璃面膜纸，犹如原味。带领的是一个非常懂得享受生活的人，他除了这些上海小吃啊、西餐啊，同时他也很喜欢做菜。据说他曾经给他在美国的朋友爱丽丝写过一本诗，上面都详细的记载了道地的上海美食如何烹饪。我知道在上海有一家餐馆到现在还在做一些跟这个食谱一样的那些食物，稍后去找找看，先喝酒。大世界，星期六早上10点，巴厘岛欧洲时段，你也可以
配上 Mi Watch， 免费随时查看更多本节目的视频。MasterChef Singapore auditions are now open for Jonathan Chu, the winner of MasterChef Singapore Season 3. It all started with a dream. Jonathan, you are our new MasterChef. I really cannot believe that this is happening. Winning MasterChef has always been a dream of mine. Now it's your time to shine. If you think you've what it takes to be Singapore's next MasterChef, sign up now at mediacorp.sg/masterchefisg.小菜经过张爱玲生花妙笔的细细描述，蕴含着浓浓的文学气息，增添了激发读者想象空间的美妙滋味。那么这次我们这个节目呢，主要是介绍一些跟张爱玲有关系的菜色。不过现在他这个之前我跟我讲过，他这里的菜呢味道也比较不一样，说他的烹饪方法呢是比较追随这个古法传统。哎，这个老实讲，我吃过很多次糖醋烧排骨，但是我倒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色泽很漂亮。糖醋排骨是一道上海人喜爱的菜，肉质鲜嫩，色泽红亮油润，口味香脆酸甜。张爱玲就曾经讲过一句经典名言：上海女人像粉蒸肉，广东女人像糖醋排骨。这样的形容在口感上又是怎样的一种体会呢？这个色泽都比较漂亮。我以前很难用这个词语来形容，首先只能说是很到位。它的鲜味呢是比较很有咬劲，糖醋小白药的感觉，很香，对吧？咬劲，然后酸甜，正好适度，对，这个味道适度，而且因为外面有一层这个酱料啊，同时这个口部看起来也吃起来也很湿润。配在一起，然后这个小孩子的很好吃，这个不仅仅是好吃，而且很好看。屋里香做的糖醋排骨，却用猪肋骨偏上一点的部分带肉，吃起来有口感。把切好的排骨先过一遍沸水，排去血水，再翻炒姜葱，用大火。至金黄色，时间要掌握好，以免猪肉过熟发。二楼不贵的。像现任讲的，一定要就传统给他去坚持，就蒜炒它出来的不一样。
油香滑水，属于上海菜系列，是许多上海人熟悉的家常菜。当然，您在写给爱丽丝的食谱中也提到了这道菜，色泽红亮，余味油润，肉滑香嫩，有着浓浓的上海菜风味。这个菜里面的这个炸的顺序是非常到位的，因为它这个肉啊，基本上分两个部分，当中的肉质，你看颜色就知道非常的嫩，但是外面呢有一层有一点微焦的那种感觉。它就是煎制的过程中，哎，所以产生了这样一个去皮的一个对。红烧滑水取的是鱼尾巴的部分，首先在锅里放油烧热，然后放入鱼尾，炸至金黄色后捞起，把姜和葱放下翻炒，直到出味后，把鱼放入，快速盖上，压住大火，大火在锅中快烧，让鱼皮焦脆，同时保持鱼肉的鲜嫩。之后淋上酱油、糖和醋，这道菜非常讲究火候的功夫，必须不断的颠翻鱼尾，避免鱼皮粘锅，鱼尾同时不能断，难度很高。最后，当汤汁收紧时，再用湿淀粉勾芡，就可以上桌了。水果吃起来，你可以吃到这个酱油的这个味道，这个调料的味道，也可以吃到鱼的本来味道。神仙鸭子汤是中国一道古老的佳肴，汤汁清香甜美，鸭肉酥烂可口。张爱玲在小说里描述，宁可洒下浴室，也要品尝神仙鸭的美味。这神仙鸭究竟是什么人间美味呢？这个说到鸭汤啊，通常一般人都觉得这个鸭子它本身的味道是就不太一样，它是鸭鸭腥味，对，所以在做的时候啊，是味道是非常重要。对，做神仙鸭子汤，鸭子要讲究，不能太大，也不能太老。鸭子清理干净之后，放入烧过的水里，去掉血水，再加入姜葱、黄酒，去掉鸭的腥骚味，然后加入干贝，让汤的味道更鲜美。最后再移放到砂锅里，炖至鸭肉香，完全融入汤汁里即可。就看到这神仙鸭，我就想到张爱玲讲，她宁可撇下物质，宁可不要物质，也舍不得这碗就是神仙鸭，所以可见多么味。果然这个鸭清香可口啊，只有鸭的香，没有鸭的膻，而且这个鲜甜又刚刚合适。你看我们今天介绍的精彩，从这个冷盘热盘，最后以砂锅珍珠，这个我觉得正宗的上海本帮啊，这一个首屈的系列，好吧？啊，谢谢。一个人的口味及他的饮食习惯，往往跟他从小的生活环境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张爱玲呢，出身名门世家，所以呢，他所喜爱的这个饮食啊，无论从烹饪方式到呈现方法，都非常的讲究精美。这次寻访张爱玲美食，让我对上海本帮菜有进一步的了解。我觉得上海本帮菜，它的讲究和精致，真的体现出海派文化那种中西合璧以及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寻访和张爱玲相关的美食，对我来说可说是别有一番滋味。这一趟品尝的各种美食，是他所熟悉的上海本帮菜的美味体验。因为有了张爱玲文字的调味，却更丰富，继续浪漫与乡纯，令人陶醉。
来就考虑了当初我们的异地汪丽阳之光战中词正式公映。根据院线的数据，截至星期三10月2号，首7天拿下了268,600元的票。公众为什么会前去捧场？因为这是新加坡的影片，而且还有拍出人情味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更大量的支持他。还是有看过他的介绍片呐，所以觉得那个好像挺吸引人的，所以我去来看。到红梅坊参加这个影展，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你的拍摄。下起大雪来，这部由本地出身演员洪慧文主演的电影，讲述一位新加坡大神参加旅行团，自到韩国旅游的经历。上个月在中国电影节全球首映时，回响热烈。Yeah.
He was a prophet in rugby. One of the toughest men on the field. Look at Holland go. Now both new zones going to suffer the wrath, I believe, of Ridge Holland. And there's the power of Ridge. And somewhere, Sheamus is smiling. Cover flat for the win of the titles and a kick at two by Jey Uso. Friday Night Firm is going global. Fans in Riyadh. All week have been buzzing. Splashing down with the pole. On foot, this one surely
Masters ever would have been, but Jey Uso made a difference. What do you mean?
is all for the first stipulation bout for a women's match in Saudi Arabia. Failing in a last woman's standing match, hoping to take the championship from Bianca Belair. Undoubtedly one of, if not the GOAT of the women's division since the women's revolution here in WWE. This is a woman who has pushed this industry forward time and time again, and how great would it be to keep somebody like Bianca Belair down for a full 10 count.
Intercontinental Women's Championship. And Bailey already going to ask the official to count. Bianca must make it back to her feet before a count of 10, and she will with a kick off. Zero chance that was going to keep Bianca down for 10. But a nice start from Bailey all the same. Belair with the power now to slam to Bailey. Another slam by Bianca Belair. And Bianca with a third slam for the former boss.
哎，哎，哎。